当沙画特效遇到沙画师，首先打开抖音，选择影集，影集里选择沙画特效，相册里我们随便选几张明星图片，确定生成看效果。接下来看一下我手绘的沙画，我画的罗志祥扁足碧石，画泫雅戴墨镜酷毙了，魔的泫雅来个威无限，还有你们要的三小只，刚过完生日的鹿晗和女友关晓彤，还有你最爱的花花，怎么办呢？还有好